禀各老板，全城的宿变了，没有找到那个女的。继续搜，城里搜不到，就城外搜。老板，那个女的说不定已经跑掉了。好了，就算她跑回泾阳，我也要抓她回来。是。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，你们口中的少奶奶跑去哪儿了？啊？啊？我没听见。 扔进沙漠。徐磊，快点！你要回家！快点！等等！等等！等等！我不走！快点！走！少奶奶，我在这儿，你一定会回来的。你真是胆大，竟然敢来！我既然说过要在3天之内给你个交代，我就一定会做到。那我的钱带来了吗？ 没带钱，但我带了另外几样东西。楚老板，是这个人卖的假药给你吧？就是他，专门读书和后来送货收钱的，都是他。 此人假冒圣龙泉的老板，贩卖假药给你，既坑了你，也坑了真正的圣龙泉。这是从他们的窝点搜出来的账本，何时何地卖药给谁，卖了多少，赚了多少钱，都写得清清楚楚。啊，骗的人还不少呢。来人呐，扔进沙漠！涂老板，饶命！饶命啊！我只是个跑腿的。 真正骗您的不是我，那是谁？是我的老板吴玉。吴玉，他在哪儿？他已经跑了。来人呐，城里城外给我搜，是，一定要把他抓回来。少奶奶，你冒充波斯女府商，就是为了查这件事吗？啊，是。哼。 没想到你是这么精明啊！我突然现在对你已无分佩服了。哎呦，涂老板，既然事情已经真相大白，那能不能把他们几个都放了吧？来人呐！去，老板，把他们都放了。我错怪了你。 明日登门道歉，涂老板，你真是磊落坦荡，在下对你已有5分的佩服了。他们都可以走，但是我说你必须留下，我们两个还有笔账要算。我托尔丹这辈子从来没有被人打晕过，也从来没有被人管进。 想资，哎呦，涂老板，当时事出突然，又来不及给你解释，所以冒犯了你，我给你道歉。哼，道歉，就完了吗？这是我涂尔旦最大的耻辱。那要不这样，您算个账，我赔钱给你。哼，我涂尔旦缺钱吗？啊，好像不太缺。 那，我们怎么办？我有个好办法，你不是喜欢打人吗？来人呐，给我滚！是。周莹，我来。 场上的人，如果你可以答应其中一个，我就放你回泾阳；如果不能答应，你必须跟我回府，终身为奴。那这也太不公平了！我们只不过打你一棒，你却让我们终身为奴。
我徒儿担在地话是最公平之人，这还叫公平啊？你让女孩子出面打架，那也太不雅了吧？这样，我代替她上。你是谁？我叫沈心怡，陕西泾阳沈家的。你凭什么代替她？周莹虽然是吴家大当家，但是她还有一重身份，那就是我的丫头。丫头出了事儿，主子当然得出面解决了。怎么可能？你不相信啊？ 不相信，问他爹呀，他爹当年用15两银子把周英卖到我们家的。确有其实吗？当时我欠人家银子，这走投无路了。哎，有把握？没把握。废什么话，还是我来吧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哎，是不是？ 我只要敲晕这场上的任何一个人，你就把我放了。是的。哎，行，没问题。在开打之前，我先给你介绍，瓦斯是我们摔跤大赛的第一名，而史定号称天山第一大力士。 武力，是低化的第一勇士。至于阿克夏，曾经空手杀死过三头狼。没问题，闪开。他还能打？哎，花拳绣腿啊，那还。 周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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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啊，看来这场上之人我已经敲晕了一个，能把我放了吧？ 啊，少奶奶，我不仅放你走，还要请你喝酒。少奶奶，你太有意思了。啊